报。Hello, the studio.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一些就是哪些东西。现在呢，这大概是我之后拍影片都会在的地方。对，然后那里有个小窗户，然后它就是会变，像现在是纽约，那现在是，快掉。然后现在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重点，会考。那什么是会考呢？会考就是，现在如果你们现在在看的话，如果你是我刚发布看的话，那会考就是明天的事。那如果你们是之后再看，那会考就是前阵子的事。对，那会考是什么呢？就是国中升高中。那我平常就是我的朋友，我有朋友吗？大概有吧。那个神人通，就是我明天或者上前阵子要考会考的，那就是希望你加油，加油，嘿，加油，好，就这样，这部影片就这样，我只是测试一下我的小窗户有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加油啦。等你考完，赶快上来我频道，多多上来。那我下次见喽，再见，拜拜。